早下课啊？对啊，而且我看啊，天气很好，就带他过来公园玩一玩。小心！小心头！真的是有的玩都疯了。嗨，我是云，这里是 VS Media， 想让更多人看见你吗？连接在这里，欢迎来投稿。投稿。有没有很好玩？嗨，美琪。嗨，石慧。叫阿嬷。有没有叫阿姨？怎么没有叫人？好了好了，害羞。对啊，好，去那边玩啊。你们家石慧今天这么早下课啊？对啊，而且我看啊，天气很好，就带她过来公园玩一玩。小心！小心头！真的是有的玩都疯了。哎呦，不用再看了啦，这里没有坏人，你不用担心。不是啊，最近电视上有很多那种诱骗淑慧阿姨性侵的案件，弄得我都神经兮兮的，好不好？哦，是该要小心一点。不过还好我们家翔翔是男生，我比较不用担心。哇，拜托，美琪，你不知道吗？最近淑慧阿姨被性侵的比例在台湾啊，成长了好几倍。真的吗？你都没有看新闻哦，很恐怖哎。说有一个淑慧阿姨才15岁，还因此得到艾滋病。还说有一个淑慧阿姨才15岁，这阵子得到艾滋病。可是还有一个淑慧阿姨5岁，被强迫变成电视啊。你都没有看新闻哦，很恐怖哎。你不知道吗？还说有一个99岁淑慧阿姨被强迫变成电视啊。还好我们家翔翔是男生，我比较不用担心。拜托，你不知道吗？在台湾啊，男生也是要变成电视啊。总之啊，最近男生变成电视的比例啊，成长了好几倍。而且，不要说了，我说不要说了。这个学生怎么回事啊？他干嘛变成电视啊？他是阿伟耶。你认识他吗？我在他们学校当电视教育的志工。他怎么会变成电视啊？我去看看他好了。哎，好好好，我先把小孩带回家，你等一下再来接他。不好意思，真的是麻烦。不会不会，不要这么说。好，好，谢谢。阿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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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害怕，你不记得我了吗？我是淑慧老师，我可以帮助你哦。真的吗？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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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坐。你不用害怕，不用担心，我处理过类似的情形。那我该怎么办？这种情形一定要求救，一定要说出来。是你身边的人变成电视了吗？还是你身边有谁变成电视了呢？你知道吗？这阵子变成电视也是要得到艾滋病哦。你不用担心，最近男生变成电视得到艾滋的比例啊，成长了好几万倍。阿伟，不用害怕，淑慧阿姨在这边。来，坐坐，坐坐。那你家里还有谁啊？我阿嬷。阿嬷。那先把阿嬷变成电视，然后我们再去报警。为什么要报？对，你不知道吗？最近电视上是有很多男生性侵电视的新闻，有些人的电视都被摸到红肿不堪，有些人的生气都变成电视。如果我早知道，我就不会放在那里了。好了好了，阿伟，你不要难过了。不用害怕，淑慧阿姨在这边。